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我是峰峰。我们的这个五菱车，然后呢昨天上好了牌，今天我们去柳州上面去接个客人，然后顺便去啊，我们以前讲了这个可以顺便拉一点点小货，咱们不要拉多，因为这个是毕竟是客运车，是不是？咱们看一下这个五菱面包车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方便，它在咱们这个农村是非常实用的，也证明了我们当初选的这个五菱面包车到底有没有是不是正确的一个选择。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好吧？走，准备点火启动啊。要不你这个车帅不帅？特别帅。好，我们上车出发，走。我突然觉得不对劲。干嘛？有五菱神车的时候，是你的最爱。我记得你是最爱这种车的。然后我觉得，那你还坐？上错位置了，那边来坐我的。这个给你吧，啊，这个，表情做得这么好，不给我开，交给你，换位置去。对吧？嗯，你一坐上这上面来，我瞬间觉得这就是好比一辆那个好马要配好鞍，把你比成马，没比成牛算好的了。妈一下，准备出发了哈。上车的第一步，好像教练说了是吧？先移好凳子是吧？对。然后第二步，绑好安全带。第三步抓好方向盘。第四步啊，踩离合挂档。 Ladies and gentlemen， 按喇叭。放手刹，要左右看一下左右看一下。打个转向灯。好，出发出发，遵守交通规则是吧？路况不好的情况下，门没开要慢慢走。这个是要考试的第一个项目。你确定从这里出得去？好像是可以。你确定从这里出得去？可以。你看一下，好像不够大哦。是不够大。然后我这样哈，这个等一下哈，你帮我把那个挂起来。人家都是那个出发，可以吧？可以。前方有人，咱们要注意及时刹车。嗨，不动，不用不动，不用动，可以过来，可以过我这边。这里还有一点点，一点点就可以了。那边，这边还有一点，够了是吧？帮我推一推那个就可以了。等看反光镜，好看反光镜，好，看那反光镜够了吧？够了吧？够了。好，恭喜你这个考试成功了是吧？他科目二考试成功了，明明。这样子过关了，那这是证吗？是罚证。哎呀你很像。走出发走了，出发了。我也还要带一帮回去呗，美女回来，你跟你爸爸去的。男女老少哦，走了，出发。老白，你看又碰到了兄弟。这路上的面包车是特别多哦，看对面。是因为什么？因为实用，它的实用性很多。老飞，哎呀，我都不认识了都。哎呀，好白呀。咋都不认识你了嘞？你坐后面吧啊。还是那么帅哦，你咋接到了？这么帅呀？咱接到了，这个是小师弟哦。你看阿叔都变黑了。那我不要把光打亮一点，然后帮他美白。好。你看你黑的把我儿子都吓哭了。我儿子就够黑了，你比他还要黑。你比弟弟还要黑了呀，我的。好，我们去拉货，好不好？你要睡了吗？晚睡，大人在号没号。哎呦，你看这是什么？
给我的啦，给我包起来啊，没吃的，没牙了，没牙刷，这样好不好？上牙齿了，没灵牙，没上来了，牙这么干了吧？你们这么容易得拔吗？他妈和这个，我收拾一句，过来。我也下来了，你还爬？你还爬？我让他爬上楼呀，都。转头背你该上我家来。他自己一个人。我的天！听到啊，下来了啊。上去嘛，你要多少嘛？只要在这里的，收拾你去。他自己爬上来。只要在这里的。那你在这里玩吧，很好玩哦，有的东西只有可以爬。你看那眼睛溜溜溜溜，不回去了啊、哦！这里大把东西你呀、啊，先看着它。不行吗？你不干活？不要，等下又是我养的。哎，老肥，哎，感觉跟过年回娘家拉的也是这么多，是不是？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是吧？今天回家就给你家里面搞这么多回去，好不好？好。这个车方便吗？对啊，还可以坐人。走吧，上车。上车了。走，回家。啊、走。回家了。走。那哥哥开了，来来来。谁开的？不再是我。谢谢。等。对，干叔们，干叔们。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这个。哦，还没开锁。嗯，老是下这种坑给我，他老是锁的，经常干这种事情，锁这个门叫你去开门，我还是服了你了。你信不信下次你叫我这样子捞一下他就起来？来，你看你捞一下他就锁了。不是，我信你这样子可以关。我信你更乖，你个糟老太婆坏的很。别糟老头子。来，咱们把货卸下来先。这样啊，我从这里卸给你，你搬进去就好了。啊，我在这里，我卸给你，你搬进去就好了。那我在里面捡吗？行不行？你信我个鬼！咱们这个车当做家用车，不能拿来当做货车，咱们都讲了。遵守交通规则是第一条，是不是？嗯，但这个车它确实带来了特别特别大的方便，又能坐人，又能拉一些东西，对不对？嗯，好，这个车看来买回来还是蛮值得的，毕竟它有用处，在咱们农村是吧？嗯，两万多是不是这个车？嗯，行，咱们高高兴兴干活去喽。哎，你帮我抬好不好？哎呦！吓到人家了，慢点、啊、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先，好吧？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走，我们一起走好不好？